羡慕。哼，老头明天娶小房，心思不在我这。怎么，你五姨太芳菲还吃上醋了？真的，我就会高兴吗？我娶你进门，不是让你嚼舌根的。老爷，我错了。宋飞啊，你可别这么轻易就死掉，我还有很多账没有跟你算清楚。就是因为太有钱，不给他添乱了。督军，我打听了一下，都说这六姨太年轻貌美，看起来就像个狐狸精，就是图老爷的钱才嫁进了薛家。也就这样的女人才会嫁给他。不过这样的女人。老爷子都死了，你也该上路了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是老爷的死跟我没关系。
这个声音难道是他？薛东风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等我们留学回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爹当姨太太是吗？说话！东风，东风啊！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过去是吗？你要干什么，薛东风？我已经嫁给了你爹，现在是你的六姨娘。六姨娘，赶紧收起那副贞洁烈女的嘴脸，我看着恶心。放开我！回来之前，我就听说我们的六姨娘出身歌女，妖娆多姿，水性杨花，贪慕虚荣，为了加强我们薛家，费尽了不少心机。只是这些传言也不全对，我们的六姨娘不仅是歌女，也是我薛东风的前女友季连云。闭嘴！那事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你记住了。我现在叫云莲，从前的事我希望你也忘了，对你对我都好。站住！把门关上，把事情说清楚了再走。那我就跟你说清楚，我喜欢你爹，更喜欢他的钱。过去如果不是你骗我说你只是一个穷学生的话，我现在嫁的人可能就是你了。前线炮火连天，枪口无眼，我有无数次奄奄一息，可我熬下来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熬下来的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每每当我快要死了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我想着，我一定要先看到你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我才能瞑目。那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我杀了你，要么
你混蛋，薛东风！你要杀就杀，其余的誓不奉陪。咱俩的事最好你也忘了。 是你要的东西，这薛老爷子真不中用。捉奸当场把自己气死，这下芳菲倒是摘干净了。还好有这张照片，他们薛家看到这张照片，肯定能让他死无全尸。那未免也太便宜他了。那你想，我要让他失去一切，包括这个见不得光的相好。 二爷，二爷您饶了我吧，二爷，都是方姨太，方姨太她让我监视，啊不，让我看着云莲姨太的。那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。二爷您饶了我吧。记住了，以后要是敢泄露一个字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滚！是是是是是。 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六姨娘这么做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换谁受伤了，我都会这么做。说，芳菲为什么会派人跟踪你？你应该去问芳菲，而不是问我。巧舌如簧，半夜三更，行踪鬼祟。我现在怀疑你对薛家一头不轨，你所以才遭人跟踪。 和老爷子好一个伉俪情深呢，好一出念念不忘的戏码。别没事找事儿了，薛东风。我马上就要上任江城的新任督军了，薛东风，是你叫的。 那恭喜你了。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，薛督军？六姨娘后悔当初离开我了吗？
这些钱够你花一阵子的，拿着，滚蛋！以后不要让我在薛家再看见你。。金莲云，你不会真以为富贵的刘姨太这么好当吧？哟，瞧瞧这是谁呀？这不是那个还没过门就克死了老爷，还死皮赖脸留在薛家的云姨太吗？这是吴姨太和刘姨太，这就对上了。小点声，他进来说胡话。我说让你站住，你没听见吗？怎么还动手啊？你居然敢打我！你也不看看这可是在薛家，你算是哪根葱啊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我还敢更放肆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今天就掐死你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干什么啊？看看你们俩这副样子，简直两个泼妇！老夫人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外面都传疯了，说他是个扫把星，他跟咱们薛家八字不合，都是他克死了老爷。而且我还听说，把话说完。是，我还听说他昨天三更半夜的出现在了二少爷的房间里。老夫人，我没有。你还敢狡辩？我跟帕尔可都是亲眼看见的。老夫人，我真的没有，不然我们等东风回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现在就一口一个东风的叫上，东风是你叫的吗？张妈，是。若非我的儿子非要娶你过门，也不至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一个还不够，你还要妄图勾引我的孙儿吗？老夫人，老爷他是……老夫人，别再听他狡辩了，他克死了老爷，现在还想克死二少爷，他这样是要把咱们薛家都毁了呀！我没有，我可怜的老爷，好好的给我教训，他给我赶出薛家。是。放开他！
你要在这里看我换衣服吗？赶紧收拾东西，赶紧滚出薛家。我得想办法留下来。你能不能留我住一段时间？你看我现在伤还没好，我也没地方能去，能不能就让我住一段时间？薛家。 从不养闲人，我会做活。薛家也从来不缺做活的人。那你打完仗回来，身边总缺个端茶倒水的吧？一个月，养好你的伤，滚蛋。 就是你，督军任职的典礼。若是传出去，你把你爹的六姨太收下，留在身边当丫鬟，让外面的人怎么看？只要我们不说，外面就不会知道。况且，他根本就算不上我爹的六姨太。六姨太已经被你赶出薛家了，何况他和我爹早就结婚了。住口！ 擦的还挺干净的嘛，看来还是有脸赖在薛家不走。哼！哎呦，我这鞋有点脏了，要不你帮我把鞋也擦擦？怎么不愿意啊？ 还当自己是六姨太呢？我在跟你说话，给我把鞋擦干净。 太狠了！今晚的任职典礼是几点？10点半。江城，哪家女装最好看？少爷，咱们的队伍应该不需要这种服装吧？认真点啊！认真点擦，下人就要有下人的样子。 起来！哎呀呀，吓死我了！东风啊，这枪可不能乱开啊！你是我的人，要擦鞋，也只能给我一个人擦。听清楚了吗？
东风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为了留在我们薛家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姨娘可是好心提醒你，可千万别被这小狐狸精迷了眼，着了道。阿南，在，让他清醒一下。是。嘴比鞋更脏。云莲，雪东风。阿南，你去帮我查一下云姨太五年内的所有信息，所有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一会儿他去了，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，老地方见。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有点累了，想回来休息一下。哦，那你休息。等等。怎么了？药给我的，谢谢。弄着干什么？把药吃了。知道了。赶紧治好你的伤，赶紧滚蛋。我一会儿再吃，我现在有事儿。现在就吃，谁知道你会不会为了留下来故意拖延病情。行了吧，谢谢。季连云，你现在就是个丫鬟，有什么事情你这么着急出门？我一再容忍你，帮你。你如果现在离开，以后你的事情我绝不会再管。最好是这样。今晚是我的督军任职典礼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答应你留在薛家？不过是让你看着我如何当上督军罢了。好啊，想要什么跟我说。行，谢谢薛爷，真好。
都先出去，快来坐。 饭了，你自己看看。一张照片而已，老头子已经死了，别这么紧张。沉住气，沉住气，这口气我已经沉了5年了。 知不知道，这5年里，我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刻，我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都是因为你，薛志海。胆儿这么小，以后怎么做我的督军夫人呢？督军夫人，你不是说，老爷子死了以后，督军的位子是你的吗？怎么变成薛德蒙那小子了？啊！带领督军而已。你就给我走着瞧吧。 每次下手都没轻没重的，给我弄淤青了还怎么参加典礼？照片的事儿交给我，至于典礼嘛，让他越热闹越好。你可不要骗我。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居然是他！小哥，看那片儿姐没有？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都找不到。要不这台上唱歌的就该是他呀。 薛家六姨太还真如其分词所。那我就先见面了。哎，小心啊，于莲姑娘。 记得我，我方长林，方飞的侄子。方少爷，嗯，我记得你。他在这儿干什么？薛少爷，薛大君，我现在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自家人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？先喝杯酒。服务生，你好。 喝。酒我喝过了，我真的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我还没跟你聊够呢，有什么事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解决。你过奖，我最会开解女孩子了。毛头小子，你是薛督军吧？ 别急嘛，既然你不想聊天，那就喝酒。喝。你如果现在离开，以后你的事情我绝不会再管。喝。谢自重，这是薛督军的典礼。 你还真当你自己是柳姨太了是吧？一个臭丫鬟陪我喝个酒，都是给你脸了。你别说今天是督军的典礼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的典礼，也得给我喝！你个贱女人，你真是。
给脸不要脸。住手！方成林。方少爷，酒量不大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啊，薛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薛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要不然这杯酒我替他喝。不用，薛爷，你看在我姑姑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方少爷喝多了吧？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送客。薛爷，薛爷，你饶了我吧，薛爷，薛爷。客气，连我们薛家人都敢欺负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你说呢，东风？是我的人，大哥。这男的可不简单，你看他手上这块表，全江城就这独一块，你可得小心一点。薛爷。是他吗？怎么，一出英雄救美，你就心生荡漾？是啊，谁不喜欢绅士啊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，见到个男的就往上扑？对，比你想象的更着急。穿上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督军不是说以后我的事绝不再管？好。我的好弟弟啊。前线待了这么多年，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大哥倒是变了不少。哦，是吗？我以为大哥也会像之前一样，不欢迎我回家呢。怎么会呀？恭喜呀，薛督军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云莲姑娘，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？大哥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那就是没意思。我倒是觉得他有点意思。哎呀，这两个大男人推推搡搡的，在为哪个女孩子打架呢？方一探，东风啊，不是姨娘说你，那个女孩子不干净的。武一探，管好你自己。你们男人看不清楚，我们女人看的可是清楚得很呢。像这么下贱的贱货，你可不要拿他当块宝哟。一家人没必要弄得这么难堪吧。净给我添麻烦。和芳菲搞在一起的果然是薛振海。
难怪薛老爷子会被当场气死。平儿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20万三次成交，恭喜杨老板。平儿姐来了。非常感激杨老板对本次拍卖的大力支持，为我们刚刚就任的薛平君投资到20万的经费。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后一件拍卖品，看看各位老板能不能加大对我们薛督军的支持。这不是当年季家的藏品吗？那个叛国贼季家的东西吗？这的话现在至少值50万吧。是啊，看来大家都很熟悉这件藏品，它确实大有来头。它的捐赠者是我们的爱国斗士方菲女士，当年她为了保护我们江城大义灭亲，检举了叛国贼季羡文一家。如果不是方菲女士，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百姓被他们种族的鸦片俘虏。让我们感谢方菲女士。小云，等你长大一点，爸爸送你到国外读书，你可以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其他国家人，让他们更了解我们。请问季家走私鸦片是您举报的吗？是的，我虽然是季夫人的义妹，但是在家国百姓面前，我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娘子，老爷夫人他们全都死了。被抓之前，我告诉你，一定不要再回江城了。放！还是替人办事，不然谁想得罪督军呢？你一会儿也没什么损失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会有多开心了。督军，刚刚有个人说于姑娘被一个男人带到楼上了，要不您先回去参加完典礼，我们留下来找。别废话了，赶快找人。是。需要我帮你？放心，我会很轻的。督军，应该就是这一趟，赶紧分头找。督军，刚刚有个人说于姑娘被一个男人带到楼上了，要不您先回去参加完典礼，我们留下来找。别废话了，赶快找人。是。放心，我会很轻的。
么来这么快？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不能看着你？等一场雨淋湿这城市，在某个黄昏邂逅街角某个小老人，在回忆中如果怀念有声音，下一场雨期待季连云，别硬撑着了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不管你让我听见你回忆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，让我索性望见那双眼睛，等待是融化坚冰或缺席，我已爱着你，不管你想着我可及，不专心也一起客气，岁岁又别气，熬过岁月昨天晚上，咱们昨天晚上的事，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正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昨晚你被人下药了，不过还好。你别说了。还好我最后救了你，你为了感谢我，还撕烂了我的军装。需要我再帮你回忆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也忘了吧。我为什么要忘了叛国贼季羡文的女儿？季连云，我可以隐瞒你的身份，条件就是乖乖跟着我，没名没分，见不得光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那随便你啊。
反正我也没有选择的权利，不是吗？季凌云，你冷静点。从前你能做到离开他，现在也一定能。别忘了，平儿姐因为你到现在还下落不明，也别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真是天生一对儿啊！不要脸的狗男女，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呢！你们以为我死了，别人就不知道你们干什么了吗？你就别嘴硬了，我劝你呀、啊，乖乖把胶卷交出来。说，胶卷在哪儿？你们俩的交情我多的是，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你们的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干的龌龊事。那就要看看你还有没有说话的机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可不多了。说，交情在哪儿？东西交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。还是没人承认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三，朱雪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绑架了云莲姑娘。二，朱雪饶命啊！一，薛志海人到底在哪儿？叫长林过来看着他。哎，我给你包扎一下吧。这是怎么了，弟弟？这话我该问大哥才对呀、啊。薛志海人到底在哪儿？这是怎么了，弟弟？这话我该问大哥才对啊。问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昨晚云莲在大哥的地方被人下药挟持了，大哥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竟然有这种事儿！小老板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阿北，老板，一天之内把人找到，给云姑娘一个交代。是。大点声，让薛督军听清楚了。是。
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落在里面了。打烊了，今天不营业，改天再来找吧。你就通融一下吧，我丢的东西真的很重要。你听不懂话吗？我让你改天来。你就让我进去吧，找到我立刻就出来。不行，现在不是营业的时候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和我交朋友的话。怎么还没回家？我的一只耳环丢在里面了，我想进去找。哎，杜鹃，您别为难小的，没有薛老板的命令，我不敢让他进去。我说了，让他进。在我的地界丢不了东西。云小姐，你要找什么？我的一只耳环。一个耳环何必浪费时间呢？这样，我带你去百货公司，不管你喜欢什么耳环，只要你看上的，我全部送你。可是我送他的东西丢了，岂有让大哥再送他的道理？再说了，那个耳环是我送他的定情信物，你说是吧？是。跟你说，姐姐攒了不少钱呢。等这事儿了了，咱姐俩去做点小生意，咱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好了，别苦着这张脸了，我看着就心疼。被吓到了，梦里一直在喊平儿的名字，她是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是昨天那个吗？不是，我不认识她。你昨天去舞厅找的根本不是丢失的耳环，找的是她，对吗？不关你的事。薛东风，薛东风，现在你愿意说了吗？薛东风，你非要这样对我吗？我只是为了让你冷静下来，告诉我平儿到底是谁。我说了我不认识他，为什么每次遇见你都那么倒霉啊？好，那你就在这里好好想一想，直到想到知道他是谁为止。还真是不老实啊！放开，放开我！东风啊，你们在干嘛？他做错了事，我教训他。教训就好好教训，像你们这样子，像什么话？老夫人，你也看见了。是杜君强占了我，老夫人给我做主啊！什么？
都疯了，老夫人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只要督军他待我好，我不会跟别人讲的。但是还请督军先把手铐给我解下来，不然我……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给解开！祖母，我自有处置。咱们出去说。别想跟我耍这些小聪明，老太太，她也帮不了你。没用的废物，东西还没找到，你怎么就……不是，她自己跳下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志海，先把照片找到要紧，你别吓唬她了。薛姨，你饶了我，你放心。胶片我一定拿到，你还不知道？来，告诉你姑姑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当时我鬼迷了心窍，给云莲下了迷药。然后呢？然后薛东风他就带着人闯进来了。没有东西，姑姑，下个迷药都下不明白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知道错了，别打了，姑姑。废物，够了。给你买这么贵的高跟鞋可不是用来打人的，打人应该用枪。啊，姑姑，志海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志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就这么一个亲侄子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姑姑，志海，不至于，姑姑，不至于。志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就这么一个亲侄子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好不？谢谢薛爷。不吃吗？错过了这顿，就要等到明天早上了。把我手解开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要我帮你吗？你不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，你就什么都做不了。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是为方菲而来的。至于你要做什么，我想，我很快也会知道。你真要知道吗？对。那你帮我解开，我们慢慢聊。我想吃点我想吃的。解开，我自己做。还是我来做吧。以前好像也是这样，你忙着，我坐着。1785天。什么？上次这样。记得这么清楚。那天你吃完饭就离开了，再也没出现过。
这个菜是我父亲爱吃的，那个藕是我母亲爱吃的。我根本不关心他们喜欢吃什么。那就从芳菲开始吧。她本是一名舞女，我母亲心善，看她可怜便收养她做了义妹。可谁知她趁着我父亲醉酒时爬上了他的床，自此便搞得我家鸡犬不宁。自小在国外的我得知此事，便想即刻回国，谁曾想在一起他污蔑我家做的是卖国的鸦片生意，自己却侵吞了倾家财产，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，还嫁给了你。你在我杯子里放什么？东风，谢谢你曾经给过我的美好，我从没有忘记过你。如果有一天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们还能回去。少爷，我没想明白，你明明知道他下了药，为什么还要喝呀？这样或许他才更有安全感吧。毕竟曾经遭遇了那么多背叛，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。更不明白了。是给云姑娘和我弟弟来道歉的，得求他们。你们不说停我不停啊！少爷，小姐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当时只是喝多了，求求您，别再让他打了。薛振海，住手！
错了，你让他别打我。贱人。弟弟，虽然长林是你的侄子，但是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，你不能包庇他。他就是个低贱的丫鬟，你为了他把长林打成这个样子，这个贱人现在到处勾搭男人，昨天还三更半夜的出现在了东风的房间。你们现在你哥哥为什么这么护着他呀？你还好吧？你伤得太重了，回去一定好好休息。现在天气很热，发炎了可就不好了。我方一谈，我知道你刚才是因为心急才说的那些话。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怪罪方长林的，您就别因为这事儿再生气伤身了。薛爷，我知道您是好意，云莲心领了。杜君，这件事情我已经不生方长林的气了，你也别再为难他了。小贱蹄子，喉咙里卖的什么药？有点意思。这个小贱蹄子，喉咙里卖的什么药？有点意思。怎么？你的魂也被他勾去了，小心眼又犯了。哎，在家别动手动脚的。这就是你的计划，靠近他，出卖色相。你就没有别的办法，非要自轻自贱。对，我就是自轻自贱。我何尝不想一枪了结了他，等方长林就是一颗棋子。那你说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芳菲谨慎，但方长林头脑简单，只要他们孤痴离心，我肯定有空子钻。你的意思是说想看狗咬狗？我查过了，方长林在赌房欠了一笔钱，我听说你在那边有一点关系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不是不求回报的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还有什么？薛东风，你脑子里就只装了这些东西吗？装了什么？打开。
穿上它看看。仅此而已。嗯。那你出去。又不是没看过。我已经一个人走过这个冬。抱歉，电影没和你演到最终。从心动到心痛，也算英勇。我忍住眼泪看你爱的剧情，笑着对你说当个普通观众，会永远守护你，从你而终。从此后，一个人淋雨，一个人吹风，旁观你，为了他心动，为了他心痛，我只是普通观众，没权利参与你的后半生。我还是一个人做梦，一个人惶恐，看着你。我后面拉链拉不上了。完成你的要求了，行了吧？明天中午，新兴民餐厅，穿着这身衣服。你去哪儿？完成你的要求。东风，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，或许我们还能和从前一样吧。你干什么？我说了我会还钱的。什么时候还？啊？就这几天，这几天一定还。老子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你说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啊？就三天，你也知道我姑姑是谁，不会不还你钱的。三天，就三天，利息我先收了，滚！南哥，嘿，南哥，今天这事儿办得还妥当吗？保持状态，后边盯紧。哎，南哥放心。哎，今天督军怎么没来检查工作啊？督军那么忙，哪有闲工夫来你这儿？放心吧，我会在督军那边说你好话的。哎，谢谢南哥。嘿，请慢用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阿南去办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？当然是吃饭。就吃饭？像从前那样，约会，吃饭。好。等等。怎么了？谢谢。
以前约会的时候，你总是会喋喋不休，不会像现在这样安静。因为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和从前一样了。为什么不能和从前一样？哪怕就今天，就现在。薛东风，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玩这些无聊的怀旧游戏。像从前那样看着我。不对，你以前看我的眼神不是这样的。别傻了，东方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杜君，杜君，事儿已经办好了。他人呢？往医院去了。伤成这样的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这也太过分了。现在只是薛府的一个小丫鬟，帮不上你。但是这群人太心狠手辣了，方少爷还是赶紧告诉方姨太比较好。他们下次再打伤你，可就真的不好了。谢谢你，我之前那么对你。你还帮我，你又有什么错呢？我们都是小人物罢了，身不由己嘛。照顾好自己。好端端的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刚刚看那个小畜生的眼神，都比看我有感情。薛东风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明明知道我那是在演戏。你疯了吧？我现在手也受伤了，你可以那样看我吗？
我没有办法那样看着你。他们是我的敌人，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，我可以哄他们、骗他们，但你不一样，我骗不了你。姑姑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姑姑，有话快说。姑姑，你能再给我十万大洋吗？你小子，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呢？原来在这儿等着跟我要钱呢。哎，姑姑，你就当是你借我的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没有。啊，姑姑，姑姑，你就从薛家给我拿点钱吧，就像以前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小兔崽子，这些年真是一点记性都没长啊，迟早有一天要死在赌桌上。方长令，我告诉你。你最近最好给我收敛一点，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保不住你。钱钱钱，一天就知道跟我要钱。钱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要钱，听明白了吗？姑姑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凭什么你现在吃香喝辣，让我跟狗一样被人追债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有也不会给你。开口闭口就是十万大洋，你以为你姑姑做什么的呀？开金库的呀！我告诉你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现在平儿刚死，咱们做的那些事要是被人知道，咱俩一个都逃不掉。就十万大洋而已，别拿那些事来威胁我。再说，人又不是我杀的，要不是因为你……嘘，闭嘴。本来就是。是我一直都在给你办事而已吗？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来干。要不是你让我去给云莲下药，我脸能被打成这样，都怪你。当时从薛家拿出来的钱，本来就应该有我一半。混账！我告诉你，三天之内我要见到钱，不然我不知道我会说出什么。小兔崽子，你现在敢威胁我了是吧？这笔钱给我，我们一刀两断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然我不知道会干什么。果然是他们干的。杜鹃，你们干嘛呢？快走，走，快走！三天之内我要见到钱。走。方姨太，看够了吗？东风啊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方姨太，不是都亲眼看见了？啊，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我薛东风什么时候在呢？需要跟你汇报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好歹是你姨娘啊，关心一下你的个人生活，总没问题吧？是吗？那当然了。东风啊，咱们好歹也是堂堂督军府，可不能亏待了人家姑娘啊。来，要不让姨娘看看是哪家姑娘啊？不必了，不劳我一条费心。狗腿子，钱你到底给我准备好了没有吗？你还真要给他钱啊？哎呀，反正都是最后一次了。方长林留不得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可是我亲侄子，我们方家就这么一个独苗。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而且嘴上没个把门的，我早就想杀他了。芷涵，求你了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会管教好他的。嗯，你最好了。给我倒杯酒。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着急走？天很晚了，而且我也很累了。今天我又一次帮你化险为夷，你要怎么感谢我？我没让你帮我，而且明明是你手下差点害我暴露。帮没帮得上，由我说了算。你今天那个就算是还你人情了。那还不够。那你看看还要几次才能还清之前的账？嗯。薛少爷要是觉得姿势不喜欢，我们可以换一个你喜欢的姿势啊。要纯情的。还是要魅惑的。我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在舞厅待了好几年，什么样的男人我都见过。你要还是把我当成一只好拿捏的小白兔，是不是有点太小瞧我了？你不是困了吗？回去吧。出现家里就出了好多事，好像是在针对我。不行，得让芷涵查查他的底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老夫人，我出去散散心。哼，给我送去。放开，别动。这个给我，松手，松手。老夫人，这个蛀虫真是家贼难防啊！
老夫人，听我解释啊，老夫人，我错了。芳菲啊，这才刚刚开始，等着吧。那可是十万大洋，五姨太拿不出吧？难不成还有贵人帮忙？贵人？我好像是听说他跟薛爷关系挺好的。薛志海那个两面派，他自己吃香喝辣的，让我姑姑自己想办法。那五姨太怎么办呀？悄悄告诉你啊，薛家呢，有不少的现金，我姑姑会想办法拿给我。终于看到你笑了，满意了吗？方长林没了依靠，走投无路。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替他还债的话，他应该愿意回答你一些问题。我帮方长林还债十万大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等我拿到证据，我立马就把解药给你。这还不行？你真的以为我相信有那种东西？我早就派人查过了，这只是最普通的麻醉药。那你，我向你证明了，我可以被信赖，相信我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王少爷，对不住了。受伤了，不碍事，先送他去医院。快！方长林怎么样了？人是救过来了，但不知道多久才能醒过来。叫人看着，任何人不能靠近。是。
硬生生过来挡子弹，你不要命了？那我总不能看着你死吧，只好赌了。而且我不赌赢了吗？那要是赌输了呢？那我就做鬼都缠着你。再说胡话，我不理你了。哎呀，我弄疼你了，对不起啊。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对吧？没打扰你们吧？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大哥消息好灵通啊。严不严重？多谢大哥关心。关心你是应该的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说是不是，云小姐？对了，这花是送给你的。嗯，大哥，受伤的是我，送他花干什么？我这不是爱屋及乌吗？云小姐在这儿照顾你很辛苦，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要花干什么？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她的确是季羡文的女儿。季羡文当年出事的时候，她在日本读书。日本？那她跟薛东风？她和二少爷确实读同一所学校。好啊，薛东风，想替他报仇，还想再续前缘，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轻易得到？你干嘛？挺好看的一束花。怎么，你还要把它带回去？精心养护，日日看着。花又没醉过。有罪。什么罪？督军说他有罪，他就是有罪。笑什么？我笑也有罪啊。干嘛？簇儿熏到我。看来云小姐是真心的喜欢花啊，那下次我也送来一些。薛爷不必破费了，这花看多了也没什么意思。不过薛爷怎么有空回家了？给老夫人准备些糕点，结果她人还不在。哦，对了，我也给你带了一份，你可以尝一尝，也许呢你会觉得有意思。这个厨师是我重金聘请过来的，之前呢在叛国贼季羡文家里做糕点师傅，中式的西式的手艺非常好。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唐突了。其实我内心里面非常尊重季先生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绅士。可惜啊，他之前那些藏品都流落各地，
上次拍卖会的那幅画被我拍下了。那幅画很美。云小姐喜欢，那我送给你。大哥，他哪懂什么话呀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弟弟，我看得出来，云小姐不仅非常懂这幅画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喜欢。是吗？这样吧，要不云小姐赏个脸，跟我一起共进晚餐，一起喝杯酒。不可能。弟弟，你太霸道了，让云小姐自己做决定。好，我去。那明天晚上我来接你。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藏品，我要拿回来。那薛芷还有那么好心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吗？有问题我也会去。你想都不要想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替我做决定啊？我说了，那是我想要拿回来的东西，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。那就看你今天出不出得去这个门。又要把我铐起来是吗？你一直是这么想我的吗？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好，那做你想做的吧。云姑娘，这些都是薛爷特地从国外定制的新款式，挑件最喜欢的，晚上赴约去吧。替我谢过薛爷。好。方一谈，这是做什么？你可真是不要脸，勾搭完这个勾搭那个，你就摆着不给谁看呢？方一谈，薛爷就是瞧我可怜无依无靠，送了我点东西，何必这么大火气？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方一太被扣了些月钱，想必手上不是很宽裕，没添几件新衣服吧？这样吧，不如我挑两件，剩下的你捡两件拿去穿。不过这薛爷出手真是阔绰，方一太早来薛家那么些年，薛爷有没有这样送过你东西啊？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便宜货，送你几件东西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看来方一太是连便宜货都没收到过。云莲呐，有些人福薄命薄，东西再好我付销售也没用啊。总好过有些人竹篮打水，最后什么也捞不到钱。你给我等着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正好新做了一身衣服，你帮我看看。薛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怎么哭了？薛柴，你过分了。我给那个小贱人买那么多衣服，我知道了，你也被那个狐妹子给迷住了是吗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谁又欺负你了呢。
小心眼要犯了。你少来这一套！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你吃他什么醋？督军老毛病又犯了，是不是？我是在给你意见，带这些东西花里胡哨的，俗。确实，不带好像更好看了。这个衣服丑死了，换掉。换哪一件啊？换这个。但这件不是他送的。对，我答应让你去，不是让你穿他送你的衣服。带他送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人家送都送了，我哪有不穿的道理？你就别感情用事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感情用事，我就是单纯觉得你穿着难看，穿出去丢我们薛家的脸。他觉得好看就行了。阿南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烧了。咱们俩的品味真的是出奇的一致，这一身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多谢薛爷一掷千金。来，尝尝，这些都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厨师做的，应该会合你的口味。虽然呢，我是江城有名的花花公子，但我不是流氓，放心吃。那你愿意跟我吗？薛爷，你好像忘记了我的身份。你能跟薛东风，就能跟我。那方姨太呢？那你愿意跟我吗？薛爷，你好像忘记了我的身份。你能跟薛东风，就能跟我。那方姨太呢？看来云姑娘知道的不少啊。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如果你不想和你那个小姐妹落得一样的下场，就乖乖的收手，不要再插下去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非常敬重季老先生，我不希望他逢年过节的时候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。薛爷，这里是您的地界不假，但这也是薛督军的江城。不错，还知道拿我吓唬人。走吧。弟弟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约会，你贸然进来是不是太唐突了？大哥，我看你们吃的也差不多了。毕竟他是我的人，跟你待太久，我这心里不太舒服。好，
那就不久留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那幅画记得送到府上。云姑娘，我们改天再聚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24小时都待在一起。你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吧。他已经知道你身份了，也知道你为何而来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那也不用24小时都在一起吧，我自己小心点就是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手段，你扛不住的。还有，如果我今天不及时赶到，你觉得你还回得了这个家吗？你不要小瞧我，这么些年没有你在身边，我活得不是挺好的吗？给我！两位祖宗，你们两个吵架能别折腾我行吗？到底怎么着啊？别搬！别管他。薛东风。薛东风，你放我下来！薛东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东风啊，过去你胡闹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是你俩住一块儿去，那不是……祖母，你别管了。薛东风，我还没死呢。你要是觉得实在碍眼，我就带他搬出去。你，孩子。你这样做，那就和你光着屁股上大街没什么两样。所以我无所谓。祖母要是不想丢人，以后就别再干涉我的事了。你，哎呀，造孽呀，造孽呀！钥匙呢？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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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你信不信？你再强，我就让阿南把他扔到湖里去。阿南，哎，好了，我不抢了还不行吗？以前你一直没事，那是你的本事。但你现在既然有了我，我不可能让你回到那种风雨中去的。等一切危险都结束了，你会有无限的自由。但现在不是时候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有限的自由。你去沙发上睡。要去你去。这两个人一直黏在一起，根本没机会下手。
干嘛盯着我？不然我还能做什么？无聊的话，过来帮我整理文件。哦。怎么弄啊？按照日期排好。差点忘了，我把你从薛志海的手里救出来，你还没报答我呢。我帮你整理文件了呀。这笔买卖可不划算。别闹。我就是想起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了。我也是。杜鹃，军械库那边需要你过去一趟。我有事先出去，你先自己待着，千万要锁好门，除了我谁敲也别开门。什么事那么急？只是一些军情。哦，走。谁啊？我。老夫人有什么事吗？云莲啊，出来陪我喝口茶吧。老夫人，有事您不妨直说吧。云莲。志海想带你出去转转。云莲，志海想带你出去转转。云姑娘上一次走得太匆忙，饭都没吃尽兴，今天给你补上。我今日有点不舒服，改日吧。云莲，志海也是我孙子，你跟他走不吃亏。老夫人，你要是这样容忍他带我走，东风回来你怎么和他交代？我的好孙儿，早晚会知道我是为他好。带走。那我们先走吧，祖母。Yeah.
薛志海，上次我话说的不明白，今天和你好好说。你要是再敢打他的主意，老子一枪崩了你。薛东风，为了一个女人至于吗？你们几个，尤其是你薛志海，她是我要娶的女人，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谁要是今后再敢动她一根汗毛，先问问自己扛不扛得住我这一枪。阿南，传令下去，以后这个人不准靠近这个家，谁敢放他进来，老子崩了谁。是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刚刚出去了，想想还是不放心，果然还是被趁虚而入了，吓着了吧？我确实被你吓到了，什么胡话，张口就来。什么胡话？她是我要娶的女人，是我的未婚妻。我那是说真的，你现在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你都没问过我的意思，我又没同意。我不用管你同不同意，你也不用同意。那你是要强人所难，对吗？他们怕你的枪，我可不怕。怎么，你脑子硬，扛得住我一枪？薛奶奶。哎呀，萌萌啊，你这刚落脚也不在家休整休整就过来了，这不是着急来看你吗？哪是来看我的哟。快去去，走来。薛奶奶，东风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今天不会白来吧？不会的，萌萌呀，再喝点水。喂，你过来。你就是武姨太？不是。那你是谁？看着穿着也不像个下人呀。我是啊，他是东风他爹魏国门的六姨太，见着可怜就先收留着了，你把他当下人使唤就行啊。倒确实是个年轻漂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云莲。请问你是？我叫秦萌萌，三城联军总司令的独女，薛东风的未婚妻。薛奶奶，哎，云莲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，以前是个歌女吧？啊，是。薛奶奶，您可真是好心，现在还收留她，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留在府里，还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啊。云莲，以后这身衣服不要再穿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穿？一个丧夫的姨太太穿成这样，未免也太招摇了吧。秦小姐管的未免也太宽了。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，这三城内有什么事我秦萌萌不能管。薛奶奶，哎，您家的下人还得好好管教管教。茶我就不喝了，走了。
哎，你，萌萌，哎，萌萌，萌萌。东风啊，吴一泰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啊，我想见见长林。吴一泰是怎么知道方长林在我这儿？啊，你就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，反正他现在就在医院里被你的兵看着。东风啊，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吴一泰，方长林知道一些事，牵扯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人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见他。啊，东风啊，我这几天一直担惊受怕的，现在他好不容易醒了，你就让我见见他嘛。方长林醒了，醒都是一家人，他为什么没有和我说？你可以宽容一下吗？站住！心方长林来看看他，是我没保护好他，被人钻了空子。你的人一直都守着方长林，他就一直都没醒过吗？总会再有进展的。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一、二，立正，向后转。全部走！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还在为秦萌萌的事情生气？我不会去秦萌萌的，更不会去其他姨太的，我保证，好吗？打开看看。我特意准备了很久。
秦梦梦的事情我会尽快解决，我不能时时都陪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你得有一个能防身的本事才行。来，试试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很棒？薛督军，为什么骗我？别胡闹，这个玩笑很危险的。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阿南，退下，收起枪，滚！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倒想知道你是如何每天面不改色地面对我的。把话说清楚。好，是你说要保护方长林，方长林在你堂堂督军的保护下被人杀了，他明明醒来过，是你骗我说他从没醒过来。什么意思？你薛东风一直都在默默守护你们薛家的声誉，对不对？半夜三更行踪鬼祟，我现在怀疑你对薛家一头不轨，所以才遭人跟踪。你是觉得我跟方飞他们是一伙的？你敢说你没有骗我吗？是，我是撒过谎。你先放下枪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过来！退后！退后！等一场雨淋湿这城市，在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要骗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爱我我的人都不在了。我以为我至少还有你，可为什么连你都要骗我？别伤害他！我不管你让我听见你怀疑，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，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，等待是如花间逼我觉醒，我以爱之名呼唤你生命的奇迹，不专心一意几个气碎碎我别气，督军透过四季很久不会眼光阴落地，而你就像风起，我以爱之名呼唤你不要再远离，风吹八千里往后归无期，没声息而你像一片雨若即也若离。一个月养好你的伤，滚蛋！你是我的人，要擦鞋也只能给我一个人擦。谢谢。季连云，你现在就是个丫鬟，有什么事情你这么着急出门？你疯了吧！我现在手里受伤，你可以那样看我吗？住手！方成林。回到薛家再次遇见你是我的意料之外，我没想到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你，但如今我已无路可退，待我完成未完成的事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们将不会再见。医生，医生！薛东风，为了一个女人至于吗？她是我要娶的女人，
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谁要是今后再敢动她一根汗毛，先问问自己扛不扛得住我这一枪。你向督军开枪，疯了吗？他死了吗？督军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对他，我替我们督军不值，你难道一点心都没有吗？督军之前在薛家那么维护你，你一点都感受不到吗？我的枪口明明没有对准的，可是怎么会？你留过洋，念过书，按理说应该比我明白许多事理，可到现在看来，你就是一个是非不分的白眼狼。徐二爷，我不想死。看来你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想要活命，得看你表现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当年季家叛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谁指使你的？是方飞那个贱人，跟薛之海合谋。薛之海秘密地将季家仓库的纺织品换成了鸦片，然后又去当众揭发了这件事。那他们手上怎么会有鸦片？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才是大东家，他俩只不过是走狗。大东家是谁？是谁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鸦片生意还在做，那个大东家在城西郊有一个仓库。先前我跟薛之海收货的时候去过一次，具体位置在杨庄。阿南，速派人去杨庄找到这个秘密仓库。为什么？鸦片生意这水太深了，不能把它牵扯进来。所以幕后的凶手到底是谁？我们正在暗中调查，就快有眉目了。那天方长林的死是因为我看守疏忽，被杀手钻了空子，才被暗杀了。那督军现在？根据我们调查，打中督军的生有其人，那一枪开得很准，可能醒不过来了。你让我去看他一眼，让我看他一眼。阿南，你带我去看他一眼。让你出去再开一枪吗？我求你了，阿南，带我去看他一眼。我求求你，求你了，阿南，我就看他一眼。我求你了，求你让我看他一眼吧，就让我看他一眼好不好，阿南？我就看他一眼。还是你老道啊，知道那个小蹄子未必会打中，还派人跟了过去。可惜啊，就差这么一点儿。现在这个薛东风昏迷不醒，季连云也被抓了。长林啊，这次是姑姑对不住你，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。秦司令昨天来信了，说东风虽然倒了，但是督军的位置不能空，还得是我们薛家人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敬你，我的督军大人。我就知道
我没跟错男人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知道秦思玲为什么这么喜欢薛东风吗？她把他当成未来的女婿，是先有督军夫人，再有江城督军。你要娶秦萌吗？不是，不是说好的吗？督军夫人的位置不是留给我的吗？督军夫人。你是想让我昭告天下，告诉所有人，我睡了我老子的女人吗？薛志海，你是要不认账吗？你真把自己当薛家大少爷了？你别忘了，你就是薛家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，就是薛家的一条狗。你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我为你做了多少坏事啊？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。趁我还有耐心，赶紧滚。薛志海，你是变心了吗？你说过的只爱我一个人，因为只爱我一个人。薛志海，我求你了，我不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志海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为你做过多少坏事，我是要下地狱的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不要我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等我死了，我下地狱去找你。滚，离开江城，趁我没反悔之前滚。
对不起啊，东风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也晚了，但是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那天那把枪的枪口其实真的没有对准你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还是把事情搞成了这样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只要醒过来，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你说你再也不想见到我也好，我都依着你，你醒过来行不行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照顾督军，素日督军磕了碰了，都是我照顾的。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等督军醒了亲自问他，看他怎么讲。小贱种，早知道你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原来是你一直在背后勾勾搭搭，趁着东风受伤来这献殷勤，赶紧给我滚！我还没醒，不给他添麻烦。请帖都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这些势利眼的东西，从前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这门槛都要踏平了。你瞧现在，啊，东风昏迷，这才半月，这督军之位没落在别人身上，就来都不来。听说秦司令确实有了新的督军人选，难怪呀。老夫人，秦司令来了。快请！哎呀，秦司令啊，贵客贵客。薛老夫人，好歹我们是亲家，能不来给您祝寿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秦司令呢，统管三城，日理万机。您能来呀，这是给我们薛家天大的面子呀！祝老寿星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。哎呦，萌萌呀！一家人，你太客气了。我来。祖母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哎呀，秦司令，内厅请。好。哎，薛老夫人，趁着这个大喜的日子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婚事。那东风他不是东风，我有新的人选。薛家军能征善战，我很看好，但一城不能没有将帅。我和其他两城的督军商议了一下，决定暂时将督军之职由志海代理。他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毕竟是你们薛家的人，想必薛家军也会接受。爹，你怎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？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东风。别胡闹，薛老夫人，东风确实是个好孩子，但医生也说了，他可能醒不过来了。我也得为萌萌考虑啊。理解，理解。他若是醒不过来，
我就一直陪着他。你不要插嘴，听爹的安排。祖母，您放心，就算东风真的醒不过来，还有我呢，我会护着咱们薛家。谁说我醒不过来？秦司令，好小子，醒了也不早点来见我。既然没事了，那就尽早确定个日子和萌萌成婚，这样我们早日成为一家人。弟弟，你醒了真是太好了。大哥不是夺人所爱，真的是临危受命。是吗？把人带上来。大哥，这个人就是在靶场对我放暗枪的人。原来幕后主使是薛志海。把人带上来。大哥，这个人就是在靶场对我放暗枪的人。他说是受人指使，你变一变，是不是他？我？是，就是他，出十万大洋收买我，暗杀你。你放屁！你这个小畜生，居然对你弟弟下手！祖母，这件事情一定是有误会，弟弟。一个外人的话也能相信，这一定是栽赃陷害。大哥，你还想抵赖？秦司令，我这个弟弟因为一些事儿一直对我有误会，还请秦司令明辨是非，还我一个清白。眼下这事确实有不少疑点，东风啊，你大伤初愈，先好好休息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好，那就交给秦司令了。薛老夫人，我先告辞。好。萌萌，我们走。我不走。秦司令慢走，送秦司令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儿啊，你可算醒过来了，让奶奶看看受了没。还好，我这就让张妈给你煮碗参汤，好好的补补元气啊。来，哎。哎，他说跟你关系非常，东风，你告诉他，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听见了吗？以后你离东风远一点。东风，我们去喝汤。东风，你告诉他，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倒是他经常对我卖弄风骚。看在以前的情分上留了你一命，你怎么还有脸留在薛家？仇没报，我不会走的。一枪崩了，仇就报了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开枪打中我的不是你，嵌在我身体里那颗子弹不是那把手枪的，你被人利用了。我当时……但你当时
确实向我开枪了不少。对不起，季凌云，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猜忌、怀疑，拿枪指着，如今也算是彻彻底底看清了你，也看清了我们一文不值的感情。追风，旁观你为了他心动，为了他心痛，我只是普通观众，没权利参与你的后半生。我还是一个人做梦，一个人惶恐，看着你找到那个他，身边不再空，我只能杜鹃，其实我知道季小姐心里是有你的，那你真的要跟秦小姐成婚吗？要想揭开秦家深藏的秘密，就只有这个办法。杜峰，对不起，一直以来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无法弥补，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就知足了。谢谢你提供的情报，人证物证都已经找到了。杜鹃，你可算醒了。季连云呢？被我收押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惦记他呀？子弹呢？什么子弹？打进我身体里那颗子弹，在这儿。你看看，这是他那把手下的子弹吗？子弹打进我身体的力道和方向都不对。是有人暗中放了黑枪。什么？是谁？我能猜到气氛。这样，对外你就说我昏迷了，看看那个大玉会不会自己上钩。明白。你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条件。薛志海已经被秦司令抓走了，死不了也会脱层皮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要把他抓到你这里来。他这么对你，你还想要见他？薛志海帮秦司令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换条命应该不难。事到如今，要怪就只能怪你们薛家当年自己造的孽，收养了他，又不好好对他。你他娘的好算计，老子差点上了你的当！你个小杂碎！我已经把最挣钱的生意交给你了，你竟然还惦记着杜鹃的位子，你野心太大了。司令，看在我为您卖命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闺女喜欢东风，可东风讨厌你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司令，我手里还有400万的货，我可以把货和供货的名单全部交给你，求你留我一条命。好，但是你马上滚出江城，
永远不要回来。你来做什么？好几日没看见方姨太了，我来关心一下不行吗？哼，你会有这么好心？是老太太让我来问的，她人呢？刚刚还在呢。少糊弄我，昨日老太太寿宴我都没看见她，又出去鬼混了吧？你别胡说八道。盼儿，我知道你是在为你家主子打掩护，但堂堂薛府的姨太太一连失踪了好几日，可不是小事。万一遇到什么坏人，受到什么伤害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云姑娘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太太已经五日未归了，从前她只是出去两三日，从来不会这么久的。她平日常去哪儿？星星夜总会。芳菲失踪多半和薛芷海有关，可薛芷海现在已经被秦司令带走了，是两个人有了争执，薛芷海已经将他灭口，还是被藏在了何处？芳菲失踪多半和薛芷海有关，可薛芷海现在已经被秦司令带走了，是两个人有了争执，薛芷海已经将他灭口，还是被藏在了何处？这不是你府上的云姨太吗？别管他了，走吧，还有店没逛。云姨太，慢着，我叫你停下，没听见吗？没听见。你在这儿干嘛？随便逛逛。随便逛逛，这大白天就想去歌舞厅，勾三搭四。阿南，送云姨太回府。慢着，东风，你可不知道，你昏迷的时候他可嚣张得很呢。还有这回事？等回去我处置他。不，我要他现在就给我跪下。跪下。哎，干什么呢？督军，秦小姐。来得正好，给我打。这。打呀！我要让你知道，我秦萌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。走。怎么样了？医生来查过了。只是皮外伤，还好是你动手。打的时候我都控制着力道，要是真的打下去，季小姐就没命了。那种情况下，我要是替她说话，秦萌萌只会打得更狠。你要不去看看她，医生给她打了镇静剂，她不会知道的。
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找到当年的真相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你死没死。那看我没死，是高兴还是遗憾？没所谓，只要不是死在薛家，晦气。不用说这些话激我，我知道，是我伤害你在先，所以你现在怎么折磨我都不为过，我都不会有任何怨言。反正你这个样子。我又不是没见过，受了伤还那么牙尖嘴利。你下午见秦萌萌的时候怎么不敢说？我跟她没话说。你和我说说吧。芳菲失踪了，帮我找到她。你现在没有资格命令我。我有。有什么？前女友，姘头，你现在连做我姘头的资格都没有。秦萌萌都不知道我们曾经的关系。反正我没有你的帮助也复不了仇，你若是不帮我，我就告诉他我搅了你的婚事，毁了你的声誉，大家一起沉沦。季连云，你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留给自己。你知道我为了复仇可以不择手段的。芳菲暂时安全，现在你可以消停些了吗？你想复仇，前提是你得活着，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了。师父，督军府。停下，这不是去督军府的路。停下。有日子没见了，云姑娘，这么怕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被秦司令抓走了吗？薛东风的确好算计，可是我命大。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一直在给秦司令卖命。当年的事情，就是秦司令的手笔。你不是季家的大小姐吗？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儿。放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大可以不信，但是你会失去一个真心想帮你复仇的人。那天薛东风和秦萌萌折辱你，我刚好看见了，他现在一门心思的往上爬，你只不过是他成功路上的一块绊脚石。你要帮我复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恨薛家，五岁之前薛家待我视如己出，直到有一年薛太太的肚子有了反应，他们就把我赶到偏院的厢房里面，薛兆坤再也没有来看过我一眼。
外人都当我是薛家的大少爷，可薛家的人却当我是没爹没娘的野种。我以为大哥会像之前一样不欢迎我回家呢。怎么会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薛督军，就算东风真的醒不过来，还有我呢，我会护着咱们薛家。那还说什么，我早想让你当我女婿了。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东风。是薛东风夺走了我的一切，他就不该生出来。你不是想扳倒秦司令吗？帮我杀了薛东风，我帮你扳倒秦司令，还你季家一个清白。我们都是走投无路的人，得抱团取暖。东风啊，听萌萌说你遇到了困难。是啊，司令，自打去年科工厂因战乱南迁，大户流失，水越发难受，军饷上已经出现了不小亏空。确实麻烦，还望司令出手相助。给你资金支持只不过是解了禁渴，我有法子。还望秦司令赐教。别急，等你和萌萌完婚，喝茶。伤好了吗？没事了。那去给我倒杯茶。秦萌萌在这儿，我可不想再挨一顿毒打。东风，云姨太，过来帮我撑一下裙子，裙子太长了。东风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哎呀，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是我手滑了。你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好了，大好的日子，别跟他置气了。这件衣服虽然好看，但也并不方便。别再摔坏了。你说的对，东风，那我去换一件。你等我。我扶你。松开你的脏手。可以啊，这就开始报复了。怎么就摔了一下，心疼了？那当然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跟她结婚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除了喜欢还有什么别的可能？贪图秦家势力，这也算？你也说过，聪明的人知道怎么选。我的耐心非常有限，云姑娘。秦萌萌最近在府里，我没有机会接近她。看来你不想好好合作，那我只好失礼了。
督军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今天办公室收到了一封电报，说姬小姐被绑架了。如果想要救人，要你一个人速去东南的废弃仓库。督军，先别冲动，我先带人去排查一番。不行，我必须自己去，不能拿他的生命冒险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这钥匙给我。金莲云，金莲云，薛之寒，有事冲我来，放了他！砧板上的肉，还在这儿装腔作势，把枪放下，不然的话。就打死你的小宝贝，薛东风，你别管我！薛东风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就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亲儿子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我在薛家受了多少白眼？没有人喜欢你，是因为你从小品性不端。当年我母亲身怀有孕，是你将她推下楼梯，害她大出血而死。薛家留你一条性命，已算仁慈。可你还是生出来了，并且夺走了我的一切。知道你多带了一把枪，所以才敢冒险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手里后来拿的那把枪，不是你薛家专用配枪。你还挺聪明，我真的小瞧你了。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你还是在意我的。对吗？薛志海跟我说秦司令才是幕后凶手的时候，那一刻我一下子都明白了，你跟秦萌萌结婚就是为了要找秦家犯罪的证据。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假象。那你如果真的喜欢秦萌萌，为什么一得知我有危险就奋不顾身一个人来救我？我承认我还在意你，但比起你我更在意权势，所以我可以选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结婚，甚至可以和他们狼狈为奸。这阵子我看着你和秦萌萌在一起，我心里面难受的像要死了一样。但是你来救我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活过来了。我们以后一起面对吧，
我不准你以后再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一个人把所有的危险都扛下来了。东风，吃点东西吧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。我以前刚回国的时候，一个家人都没有，身上也没有一分钱。我饿了好几天的肚子。后来是这个包子摊的老板看我实在可怜，才给了我一袋包子。我那个时候觉得，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对不起，害你想起这些。都过去了。你应该早点跟我说的。我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你是薛家的人，可我知道你出生在一个体面的人家。你有你的理想，你的抱负，不应该被我卷进我的家事。你应该有更好的前途，知道吗？从和你分开之后，我的人生就再也没有过好了。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，即便现在一切都还未尘埃落定，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过去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吗？好了，到家了，别忘记自己身份。知道了，戏才刚演一半，当然得继续。东风，你去哪儿了？军械库那边出了两个案子，出队来着。那他呢？你们一直在一起吗？我去医院拿药，路上刚巧碰见杜军，一起回来的。嗯。军械库和医院是两个方向。杜军他好像受了点伤、啊，什么？受伤了？哪受伤了？我看看。不碍事。不行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你。萌萌，我们还没举办婚礼，你搬过来住，不太合适。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我看谁敢嚼舌根。可是什么可是？你要不同意，我去告诉我爹去。随你开心。走。杜鹃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找了你一夜，连季家的老工厂我都去了。那你有没有见到薛之海的尸体？又是薛之海。你有没有打死他？他中了两枪，其中一枪在要害。那肯定是死了。哎呀，东风呀，你马上就是有家的人了，可不能再冒冒失失了。哎，对了，好些日子没见着芳菲了，你见着了吗？
方姨太啊，她侄子不是出事了吗？回娘家陪哥嫂，阿南给送过去的。这没规矩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！等他回来了，祖母罚他便是了。对啊，祖母，别生气，别气坏了身体。嬷嬷说的对，薛奶奶，我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哦，反正东风跟我很快就会结婚的。薛奶奶，我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云莲。云莲，交代你的事儿办妥了吗？秦小姐的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方姨太这阵子不在，府里的杂事你就多上点心，要是怠慢了蒙蒙，看我不罚你。蒙蒙呀，以后呢，你要是有什么短的缺的，你就交给下人去做啊。这里啊，就是你的家。好的，薛奶奶。嗯，来喝茶。吃醋了？哎呀，你快放开，他们会看见的。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吧？坐在你旁边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坐在你身边，该有多好。我会尽快来到你身边的。还难过吗？不了，但是你也该回去了。那你还抱我那么紧？好了，你快回去吧。那明天我让阿南在门口接你。去哪儿啊？明天就知道了。薛东风，谁同意你带他过来的？你现在就是个阶下囚，我带谁来，用不着你同意。啊呸！季连云，你这个祸事丫头，藏得挺深啊。是啊，过去我与你的每一次碰面，我都想将你千刀万剐，可我必须得忍着。要复仇，去找薛志海，去找秦司令啊！我又没做错什么。看来你一点错都不认。要怪就怪你季家树大招风，
秦司令屡次拉拢，想让你爸爸出些君子，他百般推辞，还举报秦司令贩卖鸦片。那可是秦司令啊，是我芳菲能惹得起的吗？那片儿姐呢？是你害死了他。要不是你揪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放，他也不会死。跟你说啊，姐姐攒了不少钱呢，等这事儿了了，咱姐俩去做点小生意，咱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我要将你的罪行昭告天下，我要让你受世人唾弃，一无所有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肩膀借你。以前好像哭了太多次，已经没有眼泪能流了。你可以杀了他，如果能让你畅快的话。杀了他只能解我一时之恨，毕竟他是人证，留着他更有用。你太理智了。我若是感情用事的话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我希望你不要顾虑那么多，一切有我。东风，谢谢你愿意成为我的铠甲，成为我的枪，但我更希望以后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好的，长官。云莲这个贱女人，敢和我抢东风，我要让我爹把她给杀了。你回来了？怎么样，住得还习惯吗？跟家里比肯定是差了些，不过有你在，我就不在乎了。萌萌，我和秦伯伯说了我军饷上的困难，可他不太信得过我，估计也帮不上我什么。什么？这个臭老头怎么这样？马上就成一家人了，我去找他。哎，别！我不想让秦司令知道我找你，他会生气。再说，我打心底里也不太想求秦司令太多，这样会显得我很无能。东风，你想太多了。谁还没有个困顿的时候？主要是我不想让大家说我是靠女人，这也是我之前没有和你接触太多的原因。我想如果我能像秦伯伯那样做些生意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了，就是没什么门路。我知道了，那你让我帮你吧。我爹的生意虽然我知道的不多，但是我知道江城商会的邓会长，他的手里呢掌握着一些货源，你去找邓会长，也许他愿意跟你合作。太好了，萌萌，我这就办。啊，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，不然我爹打死我。嗯。
这么说，我们攻破这个邓会长，就可能拿到秦司令贩卖鸦片的证据了。我明天必须约这个邓会长，去和他谈一下。你之前跟他没有交情，这种事他不会跟你聊的。况且，如果他跟秦司令通了信，你马上就暴露了。不如…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不可以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个邓会长，我爹之前和他打过几次交道，我知道他在经商上是个好手，可是个好色之徒，有好几次栽跟头都栽在女人身上，所以我出面更合适。不行，我不可能再让你去冒这种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我不同意。薛东风，你之前说好跟我做战友的。不是我。你知道我不可能退步，你就答应我的计划吧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用这个将他的罪行都记录下来。邓会长您好。沈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请。哎呀，秦小姐的朋友来江城，我这个做伯父的，那肯定得好好招待一下。邓会长客气了，萌萌早就跟我说过，她在江城啊，有一个做商会会长的伯伯，十分可靠。说我要是想做生意啊，肯定得找您。那秦小姐说的没错，来江城做生意，找我准没错。还是得找邓会长多帮衬嘛。哎，那是自然。不过，沈小姐是想做什么生意呢？实不相瞒，我家底子啊确实不薄，所以想做这江城最大、最赚钱的那种生意。看来沈小姐和秦小姐的关系确实不错。我自然知道这门生意不好做，若是邓会长肯给这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会好好的报答你的。那你说说怎么报答我？那你说说怎么报答我？邓会长，别着急，咱们呀，喝点酒，慢慢聊。哎，邓会长，别那么心急嘛。这么个美人在我面前，我能不心急吗？邓会长，别那么心急吗？这么个美人在我面前，我能不心急吗？邓会长，这鸦片生意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邓会长能保人家一切顺利吗？既然你是从秦小姐那知道的，我就应该知道我和秦司令的关系。秦司令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，当然不怕。人家只是一介小女子，怎能与之相比啊？只要你跟了我，以后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用怕呀。那邓会长和秦司令合作多久了？已经有六七年了。邓会长给我的价格能和秦司令一样吗？沈小姐，你真的是想来做生意的吗？不然呢？做生意一分钱也不想让我赚。沈小姐，你真是想来做生意的吗？不然呢？做生意一分钱都不想让我赚。那就算了。哎，
浪，还挺浪。你给我过来吧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东风，再打出人命了。这张唱片公之于众，他便会身败名裂。很快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。等这一切结束后，你想去做什么？读书，把我没上完的课上完。我陪你去走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，看我们曾经一起看过的风景。我们学校门口那条街真的很漂亮，我后来经常会梦到，也不知道变了没有。进来。司令，薛志海来了。他还敢回来？不见。薛志海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讨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东风，你和邓会长聊得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嗯。等你生意做大了，我帮你。他果然还没死。
又见面了。大哥这阵仗有何贵干？我回自己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这里没有人欢迎你。你险些害死东风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亲自送上门来了。秦小姐，您误会我了，整件事情的始末秦司令已经知道了。我不信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这件事情秦司令会亲自跟你解释的。来，送秦小姐回家。我不走。请。薛志海，你就是条狗，敢这么对我，信不信我告诉我爹。正是秦司令亲自吩咐要将你安全送回家。走吧，小姐。薛志海，胆子真大。走吧，秦司令要见你和纪连云。我跟你走。大哥，别找着人。杜军，咱们人在城郊医院发现了薛之海，人还活着，但我赶过去时人已不知了去向。还是被他快了一步。怎么了？带上这些证据离开杜军府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这些证据多在我们手上一天就多一份风险。我有一个记者朋友，他会帮咱们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？我有军务在身，你先去。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别乱想，一定要保管好这个箱子。这次我不能陪你去，但我相信你能做好。事成之前务必小心，也暂时别露面。连云，人呢？想知道吗？我就是死也不告诉你。东风，你真让我失望啊。我想把女儿嫁给你，想让你继承我的权利，可是你呢，反而要咬我一口。要想在这乱世立足，总要使点手段，不然怎么养活那么多为我冲锋陷阵的弟兄呢？这不是你作恶的借口，你的罪行早晚会天下皆知。薛东风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就算你不说那个丫头的下落，我也能把她找出来。你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吗？弟弟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自己失去一切。失去一切又怎样？总好过你从未拥有。放心，我马上都会得到的。
希望我死，是啊，我日日夜夜盼着你死，反正你会下地狱陪我。你的心真狠，身体先没良心的，小心眼儿。是，我心眼小到只能容得下你一个人。 薛东风已经被秦司令关进来了，我已经和秦司令打过招呼了。你赶紧走。志海，没有你，我又能去哪儿呢？ 你能抱抱我吗？ 你也被你们狐媒子给迷住了是吗？小心眼又犯了。这口气我已经沉了5年了。我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刻，我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都是因为你。薛志海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薛志海，听话。我该怎么办？等我死了，我下地狱去找你。 我不知道。
起，熬过四季，汗就不会眼眶泛落地。看你就像风景，我以爱之名，不管你不要再看看。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等会儿。不是，站住！赵记者你好，你好，季小姐，薛督军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喝点什么？啊，不用了，赵记者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你可想清楚了。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这些是证据吗？嗯，不过，在我将这些证据交到你手上之前，我想先听一下赵记者的计划。计划嘛，我还得再想想。不过你得先让我知道你都有什么证据吗？那不妨等赵记者想清楚了，咱们再聊。哎，对不住了，季小姐，我们根本不是秦司令的对手。东西呢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当然不会放在身上。你现在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，我劝你乖乖的把东西给交出来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我就说一些你能听得懂的东西。薛东风已经被秦司令给关起来了，你手里的东西能救他的命，也能救你的命。好。我可以把东西给你，前提是我要先看他是否活着。行，依你。但是你要记住啊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。少废话，赶紧带我见他。照顾好自己。
金莲云，金莲云，薛志海，金莲云，人你见到了，东西交出来。东西我可以给你们，但不是给你。带我见秦司令，我要亲自交给他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你跟东风积怨已久，我怎么知道我把证据给你，你会不会害他性命？跟秦司令谈，那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你这条毒蛇。一块砧板上的肉，那随你宰割。好，带上东西，秦家见。季小姐，好胆色。秦司令，我带了东西来，我用这些证据换东风一条命。哼，敢和我讲条件的女人，你是第一个。秦司令乃当世豪杰，我相信您一定不屑于耍诈。我还没答应你呢。季羡文的女儿，有几分你爹娘的影子。当年的事是我做的，季羡文这个老顽固，要是肯听我的话，也不会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如今我也明白，我是蝼蚁之力，定不能与秦司令抗衡。你可比你爹娘聪明多了，东西拿来我看看吧。那秦司令是答应我的要求了？当然答应。撤回，我撤回。对了，东风，你还没告诉我你那天到底是怎么从监狱里逃出来的，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跟我说说呗。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不会不想告诉我吧？我告诉你可以，在那之前，你得和我把婚结了。小姐已经拿着证物去找秦司令了，秦司令部队都集中在秦府，还好你提前做了准备，我们的队伍已经这里包围了。快走，季连云有危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么说你还得好好谢谢我。应该是你欠我的才对吧。住手，季连云。
他心痛，我只是普通观众，没权利参与你的。秦母，薛东风，谢凌云。季连云，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？下一场雨起等天晴，如果烟火外表什么，我不管你让我听见你回忆，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，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，等待是薛东风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，等我们留学回国，我就嫁给你。所有的一切终于都已尘埃落定，随着薛之海和秦玉民的认罪伏法，以告我你父母的在天之力，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在一起生活了。熬过四季，汗就不会眼眶已落地。